这里是一周龙珠会，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刘龙珠律师。刘律师好。哎，主持人你好。是的，刘律师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关注刘律师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啊，他在这一周基本上都是在说这个学生的这个抗议的活动。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学生的抗议活动呢，又是这个局势增加了，而且呢好像中间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请刘律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他的见解啊。所以现在刘律师，整个的这个学生运动是不是出乎了你的意料？第一呢，这个可不可以界定为学生运动？我觉得这个呢是见仁见智。为什么呢？就是有学生参与，但是呢这个组织者、策划者、他有组织领头人，他是不是学生，这个就不一定，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最新的消息啊，大家知道昨天呢就是有大概60个人闯进这个哥伦比亚大学里面的一个楼，叫 Hamilton Hall，周二，对，就汉密尔顿这个大楼。结果呢这个学校啊，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一夜未睡，然后辗转反侧，做出呢这个请 NYPD 纽约市警察局介入，直接进入这个大楼把他们全部抓了。你觉得这个对吗？做的对吗？好，这样来说好了，就是说根据这个对不对，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怎么解释的。好，他说呢这帮人冲进去之后啊，第一他提到这些人里面为首的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可能还不是学生，具体是谁他没说。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冲进去之后啊，因为他们进去之后人家大楼就不能没有办法办公了，对，第一他们闯入大楼，第二他们砸坏大楼东西，至少砸坏一个什么东西，把那个玻璃砸破了，那这个东西绝对是这个是违法的啦。对，然后呢第三是什么呢，就他们进去之后呢别人不能进去，所以他们把这个楼呢堵起来了，所以别人呢给他们送个什么披萨啦，什么三菜汤啥的，是这样的。不能送什么？不是，有人送，有人送。饭可以送进去，饭可以送，别的不可以。不就是你，他们可以送饭。他们搞出一副什么呢？这个，这就在这个里面，感觉这个事情呢就很搞笑。在什么地方？就正常来说呢，就是说是人家围住你，来不让你出来。然后呢，我可以理解你没办法，你要整点吃的，对吧？对。这个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呢就冲了个空楼里面，也没人叫他们去，你懂我这个意思吧？他们并不是被劫持了，他们自己把自己劫持了，自己把自己困起来了，对吧？说我是人质，我是怎么样，对吧？你这问题是这是干嘛嘞？对吧？这是要干嘛嘞？吃饱了撑了，披萨吃多了，还没有吃饱了，不然的话不会，也不会叫外卖了，对，是吧？那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当时是吧？一冲进去折腾一下，发现又饿了，立刻后悔了。但是呢，门是封起来，自己没办法出来了。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里面呢，我觉得非常诡异。为什么这么做？我呢不知道，但是呢，我可以猜测，不外乎两个原因。请猜测。人做任何事情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是为了钱，对，食色。对吧？人之性也，对，对吧？但是呢，他有钱，人为财死，对，这个对，鸟为食亡，对，对吧？但是呢，这个总结下来就是人为鸟死，所以呢，就是说，第一是为了钱，那第二呢，可能什么，就为了个理想，为了个主义，对，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对不对？好，这里面呢，我的确呢，发现了有一些这个很诡异的现象。第一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呢，大家看到呢，是一个这个。怎么还有中国国旗在上面？贴在树上的 刘律师，对，这么一个告示，这告示写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感觉呢是一个战斗谢文，对吧？对，是个什么？檄文，檄文，对，不是，你要理解。我现在表示呢，就是我越来越大领导的气质，你懂我意思吧？你这种没有错别字，最多当不了领导，做我的秘书，最多做我的秘书就了不得了。哎，我一定要做大秘啊，不要做小秘啊。这个小秘就有了，是吗？哦，天啊，对不起啊。所以这个话说什么呢？就是说 Chinese students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Palestinians，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中国学生。坚决跟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啊，这是中国学生的表态。对对，不是，他是可能是这样这么写的。中国学生说我什么时候表态的？对啊，我觉得这一次好像没有更多的这个华人学生的表态。对，并且这里面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没有任何的签名，但却只有一个签名，就是已经死了很多年的鲁迅。就像正常的，你要个战斗檄文也好。谢文也好，反正不管什么文，你至少的一个签名表，这个是真的，对吧？一个没有，就是我证明，我来担保，对，是我担保，对吧？就是说实名战斗，对吧？你一定要，对不对？
实名举报，实名战斗，这个的确也是实名，但这个人只不过这个已经挂了很多年了，对吧？鲁迅已经挂了很多年，毕竟说我不背锅，写还写了一个什么呢？他说：“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鲁迅，鲁迅说：“我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是他说的吗？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有没有网友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不是，所以呢，我问了很多人家说鲁迅说过吗？对吧？没有人被吓了一跳。没有听过这个，没有听过。他们也更狠在什么地方呢？他整个英文翻译。这个翻英文翻译呢，等于说感觉也是鲁迅翻的，因为下面写了个鲁迅，他说 Beyond boundless lands and oceans， 对吧？然后呢，还写着这边写的特别狠的 ，Countless souls are all connected to me。那这种呢，这个翻译鲁迅写的，第一，他不是翻译，他下面写了鲁迅的名字，就像鲁迅呢，不但用中文说了一遍，也用英文说了一遍。那人家是翻译，不是不是不是，他没有翻译，他直接写下面署名是鲁迅，他不是翻译，他翻译应该写。鲁迅写还是张三李四王五翻译、啊、他不敢这个格式对他不敢处这个名字、啊、他写鲁迅心里想我说文就说文为什么我要整个一下还要翻译一下呢并且呢鲁迅写鲁迅说我什么时候会写这种 ESL 的英文呢鲁迅说我怎么这也是鲁迅对吧鲁迅当时应该写日文、啊、对吧、啊、对鲁迅是去日本留学的可能是什么呢就鲁迅当时要挂的时候啊那一百年前鲁迅心里想man可能呢这个不行了可能熬不过明天了但是一百年后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会发生这种巴以学生游行巴以冲突学生游行但是呢我担心我们中国学生呢到时候胆量不够、啊、战斗力不够我要所以呢我要整一个这个我要激励他们对我要激励他们我先写一个你们一百年之后再拿出来用对吧然后呢就开始整了这么一个然后对吧、哎把这个国旗整一下这个巴勒斯坦所以鲁迅也很奇怪一百年前知道说巴勒斯坦的国旗是这样的那时候也没有网络也没有 internet 这像这个这种情况的刘律师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嗯、就是别人贴的并不是我们中国学生贴的有有我觉得是这种可能性很大但问题是什么呢但是呢有一点确定的就是谁贴的不知道但是呢感觉是针对中国学生忽悠中国学生说哎 我们要去战斗对是吧对因为我之前谈过一期这个节目啊有嘉宾他其实是在这个正好去 UCLA 的时候碰上了 UCLA 的这样的一个抗议示威然后他说远远的觉得没有什么更多的华人学生基本上没有就是可能都是主要是中东啊那边的这个穆斯林那边的人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华人学生应该不太会参与这种但是更诡异的来了、哦、我们现在看到一张对吧还有一张我们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对吧这个图呢是我一个朋友哥伦比亚的大学教授发给我的、哦、这边写到说哥伦比亚大学这黄皮哪里人这黄皮呢是黄色皮肤的这个女的站在角落你看画了一下那这个对吧亚洲人呗那对都是亚洲人但问题要确定是哪里人呢中国日本韩 国对吧嗯他没写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游行就游行对吧你要就你实名游行人家实名举报、嗯、对吧实名战斗、嗯、他这个你为什么脸上要整个这个头巾呢这是头巾还是口罩啊对吧头巾不像口罩不像口罩那为了对吧防止疫情嘛刘律师不是你这个房子已经不是要 social distance 嘛你看这个不至少 six feet 对吧六尺这个手挽手你这个信息这个感觉是并不是怕疫情是生怕自己没有传染上疫情的、哎、对吧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哎、这个没关系那是恶意这属于恶意攻击吧刘律师攻击谁啊就是你说这黄皮是哪里人这种不算是恶意攻击吗攻击谁呢就是感觉就是攻击谁的人攻击谁的对吧并且呢这个狠在什么地方呢就第一把鲁迅抬出来了并且呢感觉呢就有人要忽悠这个华人学生不但呢他忽悠华人学生他是忽悠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学生嗯对吧 对因为鲁迅呢在中国的这个教育系统里面呢是大家都知道的对对不对现在少了现在课本里面都少了他的文章不是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呢把这个重点放在美国人了、哎、对来教育这个我们留学生鲁迅不是鲁迅心里想我还得整个英文我得学学英文啥的对吧没时间搞你们中国这个东西、哎、对吧是的鲁迅因为他是国际主义的战士、嗯、对吧他不能想我只关心中国、嗯、我要关心一下美国哥伦比亚、哎、对不对大学然后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感觉这里面呢不但感觉呢可能鲁迅还是不够万一忽悠不住这边来个狠的他这边提到呢就是说如果呢你呢在那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做任何的事情可以呢要求
就是说做任何什么抗议也好，游行也好，示威也好，可以切除跟以色列关系，可以拿钱拿多少？他最低2280，最高7800，好贵啊！就这么有钱的，就是有钱的，对吧？现在可以报名吗，刘律师？嗯，可以报名吗？这个可以报名，可以吧？做一周节目的钱都多啊，两周半个月的节目都多呀。什么？等一下就去了呗。对对对对对，去一下。对。这是谁发的？嗯。这是 New York Post 发的。New York Post，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纽约邮报吧发的，对吧？那谁给的钱呢？啊？谁给钱呢？这笔钱从哪儿来？这里面呢，就是外面的有种说法，说这个钱的背后的大金主啊，是 George Soros。哦哦。对，是这个索罗斯，也是犹太人。哦就是、所以现在犹太人认为索罗斯是犹太人的叛徒。啊、那就是要内讧了吗？那犹太人要内讧了吗？不是要内讧，早就内讧。犹太跟中国人是一样的，一直也是。也是各种内讧的，各种内讧的，对自己人对自己人下手才是最狠的。哎，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家说中国人是东方的犹太人？因为什么呢？不但因为中国人和犹太人一样，也喜欢内斗，对，对吧？不但是就是什么呢？聪明勤劳啊，这个对吧？也喜欢内斗，对，并且这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内斗内好，外斗外好，对吧？第二个还有什么特点呢？内交内好，外交外好。都被刘律师洞察了，所以当然呢，这个内交呢太内行，这个呢，这个外交太外行，所以整出了一个消失的他。这个刘律师现在已经是这个属于这个段子手了、啊，这个、不仅仅是评论员了。哎，那所以现在这样的一场运动到现，对对对、啊、或者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抗议的活动到现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觉得接下来的发展会是什么？对，今天最新的这个结果呢 最新的一个进展 ，UCLA 一个犹太裔的学生，被人一阵毒打。已经打到送到医院去了，医院急救室去了。这就是暴力啊！对，是暴力事件。是的。这里面那就会往暴力这种演变吗？那不是，就已经一部分已经演变成暴力。对，就是接下来的后面呢？那你想，刘律师，你记不记得在上一次大选的时候是出了弗洛伊德的这个事件，席卷了整个全美。现在这个对了，弗洛伊德也是犹太人啊，弗洛伊德就是那个、啊、就是创办现代精神分析学的。我说的是弗洛伊德，我知道你说的是黑人弗洛伊德，我知道我说你是黑人弗洛伊德。对，另外讲一下犹太人的那个，对对，大家讲一下，就是犹太人他出了不少狠人，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老马，不是马斯克，是马克思，是犹太人。马斯克是非洲人，马斯克是非裔美国人，对吧？是 African American， 所以他不能选总统啊。对，他不能选，对，他应该是那时候到加拿大念大学，后来然后工作签证来美国的。对，绿卡很快就批了，然后抽签抽到了，对，太好了，对，他不然的话，这个特斯拉怎么办呢？对，没有特斯拉了。对，这是一个，大家知道第二个摩西，也是犹太人，大家知道了，对吧？是，那个还有谁？爱因斯坦。所以犹太人就是很聪明啊，对吧？对啊。然后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马克思都是犹太人，所以呢，就换个方式说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很多人呢就是很彷徨、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很彷徨，尤其是我们华人观众就觉得说我参加还是不参加，对吧？人家鲁迅都说了、哎、第一呢也没有办法核实，你们说鲁迅他可发个微信，不是鲁迅，他可人家会说是刘律师，他可下面发个微信，对吧？可发个微信说哎这个卢老师在吧，在吧。卢老师说哎这个不行，我们这个地下的收信不到，收信 no reception。对啊，没办法核实，就鲁迅说不定不知道，但是呢大概的一个是没有，因为问了几个大家吓一跳，说鲁迅说了吗？对不对？对，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越是这个有钱的，越是整了一个这个鲁迅什么说了什么什么无数的人们无尽的远方都与我有关，就借人家口，不是他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话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怎么没有意义？这代表支持他们嘛？怎么没有意义？不是，我知道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支持他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做旁观者，就人家的事情你要 get involved， 对吧、？get involved， 他并没有说你要支持巴勒斯坦，你要支持以色列，然后你要反对犹太人，你要支持犹太人，他根本没有说任何这个话。他就是说你要关，最多如果这个话不管鲁迅说没有说这个话的意思，他唯一一种解释就是说你呢要关心时事，你不要不管。对对吧，就不要置身事外了，不要置身事外。但问题这个事情呢，你要前提说这个事情第一的确跟你有关系，并不是说的事情跟你有关系的，那么这个事情太多怎么跟你有关系啊？对吧，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但是参与政治参与社会活动这个是应该的呀。我来讲，但问题是什么呢？你不参与社会活动也是一种参与，
你不说话也是一种言论自由。那就像你举例说明，对吧？我先明白什么意思？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不是你听我说，你就明白了。胡适，老胡，胡适之呢？当年呢是跟蒋公竞选总统那个人，嗯，他后来去了台湾之后啊，然后呢，这个胡适呢老大，胡适家他们家大儿子留在中国了，然后呢就大骂胡适，说胡适是这个什么反动派啦、走狗啦，是人民的叛徒啦，对吧？就在报纸上大骂他自己的爸爸胡适。哦，胡适呢，人家告诉胡适，就觉得就很难过，就是什么生了这么一个孽子。嗯，胡适呢看了的时候冷笑了一下，说。我本来觉得呢，你呢，在这个那一边，对吧？没有说话的自由。我现在发现说，你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啊！所以不说话也是一种自由啊，当然，对吧？当然，你不参与也是一种自由。打个比方，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例说明。这个，我当时念法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叫US Constitution 美国宪法，里面讲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呢，当时啊，那个我们讲了一个案例法，一个案例法呢，其中呢讲了一个人说，哎，他们当时讲的是历史上的这么一个事件，就美国历史上这么一个事件。当时呢，国会一个听证会，然后呢就需要一个人叫他去讲话，他结果什么都没讲。然后呢，那个很多人觉得说，哦，他完全他有言论自由，为什么不讲话？对吧？那个老师呢听了一下之后眼珠转了一下，说他没有回答，说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就举手说我对吧？老师呢说好 OK， 老师说这个 Mr. Lu， 嗯， What is your answer？ 对吧？我然后我说一句什么话呢？我想我当时原话怎么说的，嗯，我说这个 not speaking is also a formof freedom of speech，嗯，不说话也是言论自由的表现，你有权利不说话，是的，对吧？嗯，但是老师看了我一眼，然后那种眼神，觉得说终于找到接班人了，所以对对对，所以你现在是他的接班人吗？所以当时呢，就我们这个最后考试啊，我们这个宪法呢，我们全班大约80个人，就每次上课就各种大辩论，什么这种宪法第一条啦、第二条啦、第三条啦，各种辩论，对吧？然后呢，各种实事，各种辩论。然后呢，我们全班80个人，有最后4个人拿到额外的2分，就这么一个辩论分，就其中对吧？有您，其中的4个人里面的有一个就是我，哎，对对对，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回答，给老师了一个印象，是不是？不是，这是众多回答里面的一个。但是刘律师，对，参与这件事情啊，我认为你可以有很多东西，你可以沉默，但是并不代表你没有意见。你不去参与，嗯，那你说像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然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华人本身对于参与这种啊政治啊或者参与这种运动，其实我觉得还是跟西方的这些孩子不太一样的。那所以在这一次活动当中，你觉得就是说对于这些中国的孩子或者是留学生来说，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我就是这样，这里面2点我来说一下。第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外面很多的舆论，包括一些很有名大的报纸，什么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里面的很多观点彻底错误。嗯。第二，彻底愚蠢。左媒嘛。什么意思？人家说这样来说好了。因为呢，所有这个事情啊，归根到底，就说他们在讨论，他的点都放在是支持以色列还是反对以色列，支持犹太人还是反对犹太人，支持巴勒斯坦还是反对巴勒斯坦。就像那个小的战斗新闻上面写到，说 Chinese students stand with Palestinians,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Palestinians。但这个事情不对，他这个事情呢，他是对人不对事。我们应该是对事不对人。嗯，并不是说哎犹太人都好，以色列人都好，对，不是的，不是的，也不是说巴勒斯坦人都好，也不是的，就看你做了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里面肯定有好人，也有坏人；巴勒斯坦人肯定有好人，也有坏人。他并不是以人好坏来区分，而是看你做了什么事来区分的。那你对他们对吧？巴勒斯坦人之前，准确的也不是巴勒斯坦，是 Hamas， 并不是全部的巴勒斯坦人。Hamas 是巴勒斯坦它的里面的一个组织之一。对，他跑到 Tel Aviv， 跑到以色列，然后呢去烧杀抢掠，发动了恐怖袭击，对吧？是这个意思吗？1200人被抓、被关、被打。妇女被强奸，儿童被掳走，嗯，对吧？这个当然不但是不对，这个是彻底的犯罪，彻底的种族灭绝。嗯，那么如果犹太人跑到巴勒斯坦各种狂轰滥炸，把妇女儿童全部炸死，这个当然也是种族灭绝，也是犯罪，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应该看的是看这个事情本身，它是第一
是对的还是错的，那第二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第三是不是罪大恶极，还是说这个事情他们做的是个大好事。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才是唯一的正确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没有第二个角度的。现在所有人发角度都说啊，犹太人不对，有人说啊，不是不是，这个我们反对的是这个以色列政府，不是犹太人，对吧？犹太人跟以色列政府是两码事，这个话说的是对的，但是还是说不到点子上。点在于说这个事情，你应该看这个事情是谁做的，谁就不对，而不这个事情做的不对，而不是说因为以色列呢。政府在这个他呢对这个在巴勒斯坦狂轰滥炸，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犹太人全是坏人。由于哈马斯跑到以色列去烧杀抢掠，所有的哈马斯，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部被屠杀，不是的，完全不是的。为什么现在出现这种呢？一定要双方同归于尽，这个杀来杀去的原因，就是说说到底，这个中国农村李家庄、王家庄这种农村械斗，对吧？是械斗吧？是。对吧？这次对吧？是对吧？对吧？这个发现这个大领导这个好像机会少了一点，居然说对了，居然说对了一个，说对了一个，对吧？所以呢，就什么你们姓李的，对吧？我们这个是李家庄，这个是呢王家庄，姓王的。为什么很多人在里面呢？能大刀斧头，什么镰刀，各种呢，互相这个械斗，互相呢这个恶斗，最后打了双方呢都血两败俱伤，伤痕累累，可能死了几十个。那么很多人打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打，对，他觉得人家觉得说啊，你信不信王，信王 ，Let's go， 你说 OK， 我就要去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跟人家打？这个事情呢，是他先动我的，我先打，为什么这个打那么久，你没有人想的，就像当时在哥伦比亚有两个学生被捕了，人家问他说，你这是游行的这个意义，这个目标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看他们去，我跟着去了，我可能闲着没事，一看说哎，还有十分钟没事，就看个热闹，我跟着呼噜呼噜被捕了。啊，那你所以说这次的学生，那是这个意思吗？按照您的意思是说这一次的学生，所以他们这个钱应该别忘了去拿，等一下钱不要去拿，对，就白去了。对啊，那按照您的意思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其实是不明就里，只是从众的一种行为。对对是的，所以这个事情第一看你应该是对事而不是对人，不应该说巴勒斯坦人好不好，以色列人好不好，犹太人好不好，而不是说哦 ，Chinese students standing solidarity with Palestinians， 事情本身也说不清啊，刘律师。对，所以说不清问题，因为你说这个角度是彻底错误的，这根本就不是说的这个点不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当然说不清。那所以现在也没有，那你说哈马斯去恐怖袭击以色列，那肯定是哈马斯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以色列他去轰炸这些就说他要清剿哈马斯嘛，那他现在做的这些东西，他也是确实有伤害到一些平民啊，或者是一些妇女儿童。那你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争论到底是谁对谁错。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了解你没有办法，那个你，但是问题你这些口号说啊，以色列全是坏人，巴勒斯哈马斯全是这个Palestinians巴勒斯坦全是坏人，这个说法本身就彻底错误的。对，因为现在就要打个比方，就农村械斗是一样的，对吧？因为他姓李不姓王，所以他们全是坏人。那么李家庄人姓他们都姓王不姓李，所以他们就是坏人。他本质是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所以现在实际上都是一种无名的心态。就是这种中国农村械斗这种呢义和团的心态是一模一样的。那所以现在这件事情是不是被人利用了？这当然是，不然为什么会能出钱的？为什么会能把鲁迅他鲁迅压根没说呢？谁在利用刘律师？至少的外面传闻说是那个 George Soros 在利用，就 George Soros 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啊？哦，他要支持巴勒斯坦。对，那个 George Soros 他现在支持哈命贵，之前支持黑命贵，他感觉对这种命贵的这种活运动比较有兴趣。对吧？另外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个这个事件，它不是一个很多人就说啊，学生被抓是不对的，是对的，应该被抓，不应该被抓，不应该看这个，不应该看他们这个 message， 他们的口号是什么，而应该是看他们这个做了什么，不是，而是看他们这个喊口号的方式有没有违法。哦，就如果他们平静的喊口号说啊 ，Free Palestine， 然后Release all Palestinians，Release all the Jews， 然后这个是他的法律权利。对吧？是这个意思吗？就他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地点，他做的是他这个本身第一不违法，第二的话，他本身是他宪法第一条的言论自由。哎，他在学校很简单，他在学校是适当的地点吗？刘律师是这样，学校这个地点，他那一块
在一定的时间内适当的地点，打个比方，人家说，哎，这个晚上我每天晚上要清场，你现在还在，你就 不是适当的地点了。嗯，因为它适当地点只有在一段的特定时间内才适当的地点。但是学校本身是学习的地方，它本身这个场地就不应该被利用来进行抗议啊。不是，它如果游行抗议，只要它本身第一，它本身是言论，没有动作，什么没动作，没有什么垮扔个手机 对吧？我比如说打个比方，我在横口啊，你过来的，比如说我是巴勒斯坦人，你是犹太人，你过来之后，我看你是犹太人。对吧？或者像犹太人，我那手机夸白头砸一下，那不行。那么这个本身就不是言论自由，它本身不是言论，它是个动作。对，这个本身呢就构成暴力，就构成这个肢体暴力。所以呢 ，UCLA 那个一个犹太女学生被打成重伤，现在送到医院去了。昨天刚刚，今天刚刚发生的啊，这个对吧？这个第一，所以呢，比如扔个瓶子，对吧？我看说，哎，你这个过来了，我看找东西准备砸你，结果没找到，一看热咖啡把咖啡倒你头上、啊，那么这个本身也是构成暴力犯罪，嗯、对吧？因为它本身不是言论，是动作。嗯。那么第二个呢，即使在言论里面，是不是任何话都可以说，都可以说啊。兄弟们，我们起来，我们杀光所有犹太人，杀光所有以色列人、啊、这种也不行。这个本身你煽动武装革命，煽动这个种族屠杀，这个本身也不受这个言论自由的保护，对，而且也不能有威胁性的语言、对吧、嗯、所以呢，就换个方式说呢，这个整个事情呢，说到底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应该是对事不对人，第二点呢就是说你为游行也好，示威也好，你不应该看他，就是说他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你要看他诉求的方式是不是合法、嗯、是不是和平是诉求、嗯、还是暴力诉求，是这种呢理性表述，还是呢这种煽动暴力革命，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嗯、所以如因为言论自由，他保护的就是你发表你言论的这么一个方式，就他保就所以你要说什么都可以，但问题呢就是第一，你必须是言论，不能是扔瓶子啦、倒咖啡啦什么的，把你暴打一顿了，对吧？威胁的语言呢？要做威胁语言也不可以，也不可以。嗯、所以你和平游行是可以的。大家就看到，在美国，几乎每一天，每个城市，对吧？然后呢，这主要的借口都会什么老教师游行，拿个牌子说哦，那个 we are getting paid too little， 我们拿的钱太少了、嗯、，we need a raise， 我忘了钱多一点。嗯嗯嗯、大家都会看到。大家开车过去，然后别人游行的感觉都是有气无力的，嗯、可能没人送披萨，但是说披萨怎么还不来呢？这种都是合法的，所以这个是合法的。所以呢，你要求加薪也好，工人加薪说哦，老板太黑心了，我们这个麦当劳打个比方，老板太黑心了啊，我们呢要求每天再多两个免费汉堡包，对吧？这个没关系，自己的诉求他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你比如说哎。把所有麦当劳经理全部杀光，那就不行了，那就肯定不行，对吧？对对对，就是所以言论自由这个东西，大家不要老是觉得言论自由就是什么都可以说啊，自由只是相对的，绝对没有绝对的。对，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你最重要它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你自由的前提是在。建立在你不能妨碍他人自由的前提上。对。对吧？就比如说这帮学生冲进这个 Hamilton Hall， 冲进那个汉密尔顿这个大楼。他们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楼，他们也不在里面的。然后呢进去之后，然后呢把玻璃砸了，里面一种狂砸，然后呢把这个门又关起来，人家进不去。所以呢就有纽约的这个警察进去把他们全部抓了。那他们现在在学校里面进行这样的一些活动哈、啊嗯、但是呢他们同样也影响了那些没有参与这个活动、嗯、想好好学习的人，因为应该南加大吧已经全网课了嘛。嗯嗯，对不对？对对对。那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们就没有责任吗？当然有责任的，当然有责任的。但这个责任也没法追究吧。对，所以现在就每个学校做法不一样。他们现在基本学生三个诉求，第一个诉求就是说，切断和以色列的这个资金，对，这是一个。第二的话呢，财务要透明，对吧？然后呢，他们要去财务透明，就是你们投资到跟以色列相关的一个公司钱，哦，就反正跟以色列的这个对的钱要透明的这种东西。对，然后第三呢，要释放他们的同志，之前被抓的那些人要去释放，就是被捕的那些。被捕的，对，现在他们之前没有释放，他们自己也被捕了。那所以那刘律师，你觉得这样的现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它接下来发展会是怎么样、嗯、所以就变成最后一个问题，会内战吗？由学生引起这样的内战会吗？可能性很小，可能性很小但是呢就可能有人还是会疑问，因为呢根据历史来说呢，就很多内战很多战争的确是由学生运动引发的，比如说五四是吧对，比如说五四，还有一个啊、哦、就不提了啊。对，但年轻人嘛，血气方刚是比较容易被煽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刘律师说的，如果您觉得他们是被利用了，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一些这个显现，这些势力的出现？对，我觉得至少有一部分是被利用，这点是确定的，这点是确定的。而且这个活动，你觉得对于大选来说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好像这个川普总统也发表了一些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然后拜登当然这件事情上他就觉得这个大家都觉得他的这个美国的对以色列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你觉得对大选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目前来说呢，这个事情对大选有什么影响，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朗，并不是特别明朗，就是也不会说是。然后呢，但是呢，如果一定要有影响，这是应该是对拜登不利，对川普有利的。哦，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呢，就从两头来说。但川普是谴责了学生啊，我记得他是谴责了学生的抗议。不是，我了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为什么会对拜登不利，对拜登不就对川普有利呢、嗯、就很简单，因为拜登说明他的中共的政策是有问题的，对对对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对，那川普说了嘛，对，川普说我做总统什么啥事没有，你做总统没，对对吧，层出不穷，川普做总统还要签什么协议呢，对对，川普想就是说你做总统期间出的事情比告我的官司还要多是吧。嗯，那这件事情你觉得对选民来说呢？我对选民来说，我觉得这，我觉得虽然不是特别明朗，但是如果一定要赌一把，有个方向应该是对拜登不利，因为对拜登不利，所以对川普有利。那所以如果是对拜登不利的话、嗯、那拜登一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或者是这个、嗯、回应啊，那你觉得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吗？他不会就放任这样，然后就让这个抗议一直继续下去，不会啊。他做什么呢？那是不是有我也不知道，那我也知道所以拜登感觉他这个现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好像哪个是哪个他搞都不太搞得清楚了，对吧？对，所以这可能是个问题。那所以现在民主党或者是说拜登他们在这方面的话，你觉得就没有任何的动作吗？就任由这个学生这样继续下去吗？现在问题是，其实每个学校他的就是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一样。那哥伦比亚是一个比较激烈的方式，对吧？布朗就已经跟学生妥协了。对了，布朗已经妥协了，对布朗妥协了。但布朗本身就是对学生非常的好，而且是个非常自由派的学校。那、嗯、对，是的，是的，是的，对，布朗结果就把那个好像也撤资了，对吧？对，就反正就跟学生达成了协议。撤了多少钱？一人200全分掉了，对吧？所以刘律师，那这些高校如果是有、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都是比较有名的大学在做这件事情，那你觉得？这些其他学校的做法会跟布朗一样，还是会跟哥大一样？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呢是这样，我觉得跟布朗一样是个聪明的做法，就是去跟学生。因为呢，布朗的做法呢，我觉得可能发生在哥伦比亚校长当时做了个决定的，做了什么决定呢？就是说，当时他现场宣布这帮人全部抓走，对吧？那前几天的事情、嗯、就全部停学、嗯，他结果一下把自己架在那里，他现在下不去、啊，他两头都是死，他两头都是死，嗯。一方面你硬刚到底，那么那可能肯定不干，那么学生讲两句话就退学，就要坐牢，一辈子前途尽毁，那肯定大家是不干的。但是像校董会是同意他的做法的、嗯、是支持他的。不是，我了解，那问题是校董会是同意，他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压力啊。那当然是，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那么他现在撤回这个，人家觉得说你说话就是放屁，所以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欺负人家，布朗大学校长一看说，还好你们哥伦比亚先闹了先给我的，对吧？先对吧？所以呢，刚好你们先整了一下，我千万不要走你的这个犯你的错误、啊、对吧，走你的弯路。那所以刘律师，你如果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想对这些学生或特别是对我们的华人学生说些什么吗？我觉得是这样啊，言论自由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去游行，可以去示威，但是呢不要砸瓶子，不要倒咖啡，不要呢上去吃了不足踢一脚、嗯、不要干这种事情，什么冲到房子里去把玻璃砸了、嗯、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家说刘律师我是这样的，但是呢即使你呢想这样做，我也劝你不要这样做，虽然是你的法律权利。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嗯、譬如说你们四个人在一起，其他三个人把别人给打了，什么扔个瓶子了，把犹太人一阵暴打，你再站在旁边，你啥事也没做，但警察呢搞不清楚谁干谁没干的，他把你们全抓了再说，嗯，对吧？其实就是会伤害到你自己，是这个意思吗？就换个方式说、嗯、你冒这个风险值不值得我不知道，你自己决定，但是我觉得是不值得的，这第二点。第三点呢，从华人学生来说，有些很多华人学生他自己本身是留学生，对对吧？如果你被抓了，然后你被停学了，那么你这样来说好了，你抓不抓，只要你被停学，你的 F1 签证就没有了。是的，你实际上随时可能会被遣返。是的，并且呢，像这么敏感的这么一个话题，你被遣返的可能性非常大。是的，这不就是这样吗？枉费了这个家里啊，这个父母培养你的这个心血。嗯，特别是现在都是名校啊，这个对，尤其说呢，就是哥大、南加大华人学生特别多。对。对吧，华人学生特别多，很名校学、嗯、华人学生都挺多的。对对对，是 对, 对。所以呢，就是说希望大家这个、嗯、希望同学们如果能看到这一期的话、嗯、还是好好的思考啊、刚才刘律师讲到的一些这个应该去思考的方向、嗯、对，所以我是苦口婆心、嗯、语重心长，嗯，恨铁不成钢，嗯，是的，是吧？对，具有领导的风范、嗯、领导一般都是这样的这个心怀天下啊，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呢一场节目半小时最少的说两个错别字没有，已经有记录了，第二个没有说错，这个不行，这个就是因为没有两个，所以呢只能做个小领导，对对，以后大领导，大领导还差一点，不愿意跟我做节目，人为什么每次 来你节目都要被我纠正错别字啊、嗯、哎，是的、嗯、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事情的发展吧、嗯、因为这个
它其实还是在这个进行当中，看看这个最终会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法。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受到伤害，特别是我们的留学生的朋友哈，还是这个在这个时候还是先首先考虑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刘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的分享，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周龙中会下期见。谢谢。